高定奖号码。今天是108年3月20日，大溪早起会在输入的中华电信然后办理爱心捐血活动。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赵正宇立委的夫人，有带着可口的蛋糕来赞助的这份食物，还有陈志伟立委不错啊，捐送的矿泉水给矿泉水啊来做一个关心。还有创哥啊，还有嘉生通的董事长邱创啊，邱董事长呢，他也买了豆花啊来喂到我们家。还有城市中部会的市长夫人黄淑如慧姐啊，带了一样过来啊，做一个关心。不上了，谁来了？还有非常感谢，我们会弄个零钱。
划掉。还有没有？来，再一次，拜拜。拜拜。